你是否看过无数教学，甚至做过无数专案，但却总是做不出一支自己满意的代表作？有没有想过，你真正缺少的早已不再是技术，而是更深的思维？我是博颖，十年来我操刀过上百个知名企业与国家级专案，在这其中都能看到我的代表作。而我始终认为，技术不是一切，技术背后那套好的动态思维才是脱颖而出成为顶尖动态设计师的关键。因此，这堂课将带你一起挖掘我过去每件代表作背后的动态思维，陪你逐一破解每个环节，再带你彻底掌握 AE 的进阶攻略，从思考到实作，全面开启你的动态思维，也让想成为顶尖动态设计师的你不再畏惧每一个更高的挑战，打造专属于你的动态设计代表作。